是一球那个顺的，它是吸了嘛，那一球有一颗，就是那种就很不饱满的。这雕子是有啊，就是它不会引的，不会起籽。哦，就是没有产量的，嗯，没有产量，就白长了。嗯，就那个包谷的，包谷不能超过几月份播种啊？包谷就是在10月20日可以就地，是农历啊，农历，农历虽然是。如果到了农历5月份就不成了，你在屋子时候那没有那个包谷米。哦，那水稻是？我其实叫你给他看，他叫你去啊。啊，等一会儿，水稻是不能超过几月份呢？不能超过9月的5月份，我们这些。啊，不能超过5月。一到秋边了嘛，风还是有点大，哦，经常下种绵密，很不好。哦，就是超过不能超过5月，什么时候？5月。5月20日以后。5月20日以后就再种水稻，嗯，就没用了。嗯，哦。那长起来矮矮的，小小的小地，很不得吃。哦，就是没有收成了。嗯。哦，这坑里面的水，刚才我在下边手上有泥，我在洗手，发现水都是臭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很深的。哦，那边是个。别叫，别叫，别叫，哎，别叫。哎，小朋友，呵呵，来让一下小朋友。哎，好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就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是你们村的水池是吧？是啊。下面那个洞平时都是满水的，就泉水都是从那个洞里面翻出来。那个洞有，刚刚你说有多深？大概200多米。200多米啊！我进去真的很深啊。对对，那平时水像以前没天干的时候，那水有多深？那个水池？哦，满到那个门边了吧？哦，满到门边铁门边了。哦，那你们现在吃水困难吗？困难了。那你们现在吃水是从哪儿来的弄的水？有些从外面拉过来。嗯，拉进来。嗯，你们自己还周围还能有那种泉水吗？井呢？小井有没有？没有。就那村的吃水全部从外面拿。嗯。从多远的地方拿？木囊，有几多少里路啊？2公里左右。2公里，哦，就是这种山路是吧？嗯。木囊就是那个竖个牌子那个木囊那个地方是吧？是啊是啊。是在那个河沟里面取水。是啊。哦。每次取是怎么取？用。用那个摩托车拉。哦，能拉多少？拉2桶嘞。一桶多少斤？50斤吗？够你们每天要拿多少桶？5-6桶。5-6桶就得跑3趟。嗯，跑3趟一趟得多长时间？一来一回。20多分钟。20多分钟，5-6桶就够你们一家吃。不够啊。那怎么？为了那个猪啊牛啊。哦，那5-6桶不够怎么办？继续去拿。继续去拿。那一般的每天要拿多少桶？加上喂猪喂牛的话，也要5-6桶，7-8桶左右。哦，那你们别的所有的村的人都到那边去拿？你们整个叫新木寨村是吧？嗯，这里叫新发寨。哦，新发财的发。嗯。寨就是水寨子的寨。嗯。新旧的新。新，就是。新年新的新。对，新年。哦，新就是人的心脏那个新。哦，新发寨。哦。不是心脏的心，是那个这个心啊，一个亲新旧的心。哦，你们这个村有多少人？200多。那很大，多少户啊？50多户。哦，那是大村。你们家有多少口人？10多口。
十多口啊？十四口。哦，还带小孩是吧？还算算这小孩。河魔。哎，那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方把它看，女方的，哦，你们南方姓罗。南方就是。哦。应该胎。那你们有没有考虑用那个是抽水上来的？抽水机里边的也抽水，也抽3公里。哦。嗯。就你们有没有这样考虑过？你们村儿？没有，就一直就准备那样拿水是吧？是。要抽的话，能抽上来吗？从那里吗？没有多少啊。没多少水是吧？是。哦。能不能抽干，能不能哦，可能木兰不愿意让你们抽是吧？是。哦，春小叫你们这叫小春是吧？嗯。就小麦啊这些油菜，收成收到没有？没有。就绝收了，都干死了是吧？是。哦，那你们这下一件叫夏季播种的话有没有影响？播种？有。一般的是种什么？种苞谷。玉米和就玉米。稻谷。哦，稻谷。那现在种还没种下去是吧？没有。需要什么条件才能种下去？要水是吧？又下雨了。下雨才能种。下雨才能种下去。哦，要是不下雨就一直没法种。是啊。那个你们是最晚几月份，就是超过哪一天，超过哪个时间，再不下雨就没法种了，就以后就没用了。大概起来都是差不多三月半就种不成了。农三月半就不能种了。农历是吧？这是玉米是吧？那水稻的。水稻那就不能用了，水了那就不用说了。就是说，要是下雨的话，就是说，如果有水的话，有水种不下去了，已经晚了。是啊，晚了。哦，现在有水也晚了。晚了。哦，现在就只有靠玉米了。是啊。哦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最晚，比方说四月多少，农历四月十五以前还行吗？如果下雨，它可以。农历四月十五之前，要是还下雨，还来得及种玉米是吗？哦，过了四月十五就不行了。干，它干。哦，就是过了四月十五再下雨也来不及了。嗯。